郑泽侯裴玉，在大梁国的声名如雷贯。不过名声大的不是裴玉，而是整个裴家。裴家满门忠烈，六年前走马川战役，老侯爷裴成锦的嫡子裴文，次子裴行，血洒江城，有去无回。是。战火从走马川往南下蔓延，只要烧尽中原腹地，痛失二子的老侯爷决定亲自挂帅，率兵征讨。虽然最终战事平定，但裴崇锦不慎中了一记弩箭，当胸贯穿的伤口依旧不放。老侯爷与他的两个儿子一样，为大梁国战死在走马川上。父亲兄长战死以后，侯府中就剩下一个排行第三的裴玉，承袭郑泽侯的爵位，统领北营武陵军，人称小